对国航 CA 九六七的险情啊，有网友就评论说，为啥不能用文字来代替语音呢？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思心语。在探讨航空安全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聚焦于飞行人员的操作和机械故障。但是有一位网友啊，叫虫王5107，他的评论啊，把我们的视线呢，引向了那个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通讯。他建议啊，以后空管通讯一律用文字传输。语音呢更容易被干扰误听，那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想法。他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有技术的确定性来取代人类语言的模糊性，从而彻底根除空中通信的风险呢？这个想法啊不是科幻啊，事实上啊它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繁忙的欧洲和广阔的大西洋航线上，已经成了现实。今天啊，我们就借助两份专业的材料啊，一份来自维基百科技术文档啊，还有一份真实的737飞行员的这个模拟讲解记录，我们来深入了解这项被称为 CPDLC 的天空通信技术。CPDLC 啊，简称叫 Controller Pilot Data Link Communications 啊，就是管制员飞行员数据链通讯，它是未来空中导航系统。就是 FANS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诞生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听到的那段录音里所暴露出的所有问题。传统的语音无线电通讯啊，它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就是误听的风险。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啊，口音、无线电干扰、相似的呼号都可能导致致命的误解，更不要说你心不在焉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频道的拥堵。维基百科资料提到啊。传统的语音无线电啊，所有飞机都在一个频率里排队通话。那随着空中交通量飞速增长呢，比如大西洋上面这个，叫尚威克管制站啊，一年就要指挥超过40万架次航班，所以语音频道已经不堪重负，管制员光靠一张嘴呀，也就无法再指挥更多的飞机了。所以 CPDLC 的出现呢，就是。为了用一种更精准、更高效的方式呢，来应对日益增长的这个空中交通的需求。那么，在真实的驾驶舱里面，飞行员是怎么使用 CPDLC 呢？我们看了一份来自真实的737飞行员的这个模拟讲解啊，给我们揭示了全过程。首先啊，飞行员呢需要在飞机的飞行管理计算机 FMC 的或者专用的。数据链控制显示单元 DCDU 上啊，输入当前管制区的登录代码，向系统发出一个登录的请求。当管制员在地面接收之后呢，双方的文字对话就开始了。比如说啊，飞行员想请求爬升到最高的高度，他可以在系统菜单里选择请求高度层，输入呢 FL370，然后点击发送。管制员在自己的屏幕上就会收到这条文字的请求，然后就像我们收到短信一样，是吧？同样啊，管制员也可以主动发送指令，如爬升并保持 FL370。飞行员收到后呢，屏幕上同样会弹出清晰的文字指令，并附有标准化的回复选项，比如说啊 ，vehicle 啊，或者是 enable 啊，或者 standby 是吧？飞行员啊，按下这个按钮并发送之后啊，这个简单动作就代替了传统方式下面繁琐的而且容易出错的语音输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只有在系统显示管制方已收到并且确认信息后，飞行员才能开始实际操作的飞机。这是一个严谨的闭环啊，确保指令被准确无误的接收和理解。那么这项先进的技术啊，如今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呢？根据公开的资料呢，CPDLC 啊，主要有两种的实现方式啊，一种呢是由波音和空客啊分别开发的 FNS-1 和 A 这两个系统，它主要基于卫星通讯啊，因此被广泛的应用在没有地面雷达和 VHF 电台覆盖的大洋航线上，比如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另外一种啊，就是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标准的 ATNCP-DLC 系统啊，它更多的呢使用是地基的 VDL 数据链网络，主要部署在陆地的上空。那如今啊，
全球呢已经在很多关键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部署了这个 CPDLC 的服务。你看，在欧洲吧，这项技术发展是特别迅速啊，它得益于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啊，就 Eurocontrol 它的这个 Link 2000+的这么个计划，包括德国的卡尔斯鲁厄、荷兰的马斯利赫特英国的伦敦，还有苏格兰这些高空管制中心以及像华沙、布达佩斯、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这些空管中心呢，都已经大规模部署。而在欧洲之外呢，巴西的大西洋空管中心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的远洋管制中心，以及西班牙的这个加纳利管制区等，也都在使用 CPDLC 来管理这种广阔的空域可以说呀，在这些最繁忙、最广阔的天空里面，发短信指挥飞机，已经成为常态了。那既然这个文字通讯如此精准、高效，而且已经大规模部署，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这个语音通信了呢？那所以这个事儿还得我们说一分为二的看包括维基百科的资料，还有那个飞行员的资料都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否定的答案，就是什么？真实飞行员在他的讲解中反复会强调一条黄金法则：CPDLC 永远只是对语音通讯的补充，而不是完全替代。为什么呢？因为两者的分工明确是各有所长的。比如说文字CPDLC 负责呢非时间关键指令，那比如在广阔的大洋或者高空巡航阶段，进行常规的高度调整航路变更频率交接在这些场景下呢，准确性远比速度更重要。而语音，比如说 voice，它负责所有的时间关键的指令，在任何需要飞行员立即马上做出反应的情况，比如说在机场繁忙的起降阶段，在规避突发的这个灾害天气或者处理空中冲突的时候，都必须用语音。那我们上一期讲的那几个空难的时候，有一个飞行员，他就是飞机已经燃油耗尽了，他应该用 emergency 这种特别紧急的态度向空管说，结果呢，他没有用这个，空管呢也没有把他当回事儿，这个事儿就成了事儿因为语音能够传递冰冷的文字，它无法给予的东西就是紧迫感。管制员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吼出一声你说 immediate turn left 是吧？你马上左转，它携带的命令强度和警示的意味在任何文字它都是无法替代的。那同时CPDLC 它不是永远的畅通无阻。飞行员他刚才在讲解里边就提到CPDLC 有点像德国的互联网，要么能用，要么不能，反正可能会很慢。所以这种延迟在常规飞行中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在紧急情况下，那它是不可接受的，是致命的。所以呢，那位网友的建议就是说精准高效的指向了航空通讯的未来。但是这个未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一个更高效、更安全这种人机混合模式。就在这个模式中CPDLC 这样的数据链技术就像一个冷静严谨、从不出错的文字秘书，它处理了90%的常规程序化的沟通，就极大的降低了误听的风险，并且释放出了宝贵的语音频道。而人类的语音它回归到最本质的这个应用，就是在最关键、最紧急、最需要这种灵活判断的时刻呢，进行高效、直接、带有情感的、还有温度的沟通。所以这个就是科学科技赋予我们航空安全的真正智慧，用机器的精准来弥补人类的弱点，同时呢，保留人类的这种经验和直觉，去应对机器无法处理的这种复杂的世界。这不仅是我们的通讯的未来，也是整个航空业它不断追求更高这种安全边际的作用。但是，在目前来说，更多的还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责任心。好的，这就是关于武汉 C967 和顺丰128航班在西伯利亚上空差点相撞的这么一个提议的一个评论。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